我背后都叫她无敌女金刚，因为她什么活都接，什么活动都接，从来不喊累。抽油烟机她一定是自己爬上去的，自己那个最油最难处理的部分，她是带头上去，然后怎么样去擦，怎么样去洗。不是认识字很多，然后又在继续学习。哇，让我佩服，很佩服。是无敌女金刚，还是厨房里的香鸡中破塞？慈济志工们口中的主角就是她，苏林菊英，今年67岁。十年前，为了接引会众，想亲自写下推荐信，让原本不识字的她决定重回补校当学生。F 我就写说福这样子。人品典范，以身说法，更是大家眼中的心灵导师。在我最痛苦。最创伤的时候，伊一路一直陪伴我，我感觉伊是阮家的贵人。看到上人为了弟子的慧命成长，真的这么多奔波很不舍，我会更加认真来考量。多年投入慈济，背后满满支持力量，上台分享感动哽咽，发愿上人脚步要紧紧跟随。情书得住呢，总是呢要。延续了敬师的精神理念，这叫做法脉，从此一粒可生无量树，和和和谐呢，那就是人间的福。生生世世在上人间。上千人一字排开，慈济族谱传承第八代，岁末祝福上人勉励，人人遍撒一粒种，代代传承，拓展菩提林。台视新闻周晨、简元吉台北报道。